有没有看出来？有变化，这个是细到粗，对不对？这是粗细粗，这个是粗，中间细一点，这右边更粗一点。好，那请看一下这个空间距离大约要取好，对不对？这都没有碰到上面，都没有碰到上面，有没有看出来？都没有碰到。那这个线条呢比较长，对不对？我把这个写到这个长，然后这边呢比较粗，右边会比较粗，右边收。好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外斜的？是不是都向外斜？写笔记啊，你们为什么不抄笔记？你是第几本？第二是吧？好，看一下这个空间距离又取好，可是这里空间距离跟上面空间距离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，下面比较大，对不对？那同样这个下面的点也是参差不齐，看出来哈。好，这个人就是一个什么三角形，看出来，撇高捺低，对吧？看出来，那撇比较短，捺比较长，那撇占的纵向的空间多一点，横向空间少一点。捺呢占横向空间多一点啊，细粗细。可是它就算怎么细，都快跟它的粗一样粗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边不是细，是尖。那个，请看这里，有在注意看吗？手边的动作停止，不要拿别的东西哈，抄笔记。那请看一下左边的火，啊，左小右大，对不对？右边的火比较大，好，左边低，右边高，左边细，右边什么粗？好，这也不碰到啊，好，这也有点内斜的，好，这个当然不用讲，完全内斜啊。看一下左边小一点，右边什么大一点？有没有看到？它不是对分的啊，这里也是一样啊。看一下这个点会比较粗，在这里边最粗就是最后这个笔画，就是点。看出来，好，那这里比较长，好，左边长，这里面最长是它，对不对？再来是它，那长的竖钩一定会有一些粗细粗的变化，对不对？粗细粗细啊，那这个口这两个口都是扁的。看出来，它是扁的，一定要把它写成扁的。好，这下面长，好，右边会比较粗，对不对？看出来。好，你看左边的撇跟右边的这个长点啊，这也比较长，对吧？那这个长是跟谁做对比？跟它做对比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会产生这样的形状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也是左边短，右边长，对不对？这个右边比较长，这个比较长。我们做一个这个，这里也是一样，左边短，右边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左边不能再伸长，因为左边还有一个幕布。这样理解了吗 ？OK。哦，这里叫避让，对不对？在左边呢是左长右短，在右边呢左短右长。好，你看一下这个撇跟捺，还是捺比较长。好，你看一下这里，看到？可是这里呢，没有的，好，还是好，这两边的空间大约要取好。好，请看一下这个空间距离，大概要取好。那这里是不是一个三角形？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三角形？只是下面三角形比较大，上面三角形比较小，对。整体呢，又是一个梯形，看出来啊，一个梯形。那这个撇非常的长，对不对？在这里面它非常长，这也是扁的啊，它是扁的。然后这里是内斜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写啊。